然后继续看一下下一位，也是初雪，也是同一首曲子。虽然速度慢，但是它整体的框架是很好的啊，双手配合也好，指法也好，什么节奏稳定性都挺好，这就挺好的哈。当然，稍微美中不足就是速度稍微提高一点的话，它的味道就整体给人的感觉会好很多的。但是我刚才讲的就这个东西，稳定性这个东西是比什么速度啊，比什么你的手型啊要重要的多得多啊，多得多，因为那个是基础的东西。就这种东西如果掌握不好的情况下，你光要手型啊，光要速度啊，没用啊，没用。就有的人会弹得特别快啊，但是你忽快忽慢，忽快忽慢又卡，然后就没法听了。